各位游客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全球人向往的文化旅游胜地中国海南海花岛。小火车一起乘坐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请做好扶稳，不要将手机头部伸出手腕。下一站是植物园站，有前往植物园，那可能是风光盛宴的，就可以在下一站植物园站下车。